我是田光利 Michael Ponte。 因为我去台湾的时候，有较老的人都说日本话，还是不说北京话国语，所以爱学葫芦话，还是说客话，我学葫芦话。这个人是很优秀，我们很巧，很聪明。我退休的时候大概会住在台湾的款，不过当时会退休的也不会决定。我最爱吃就是萝卜饭，还是蚵仔煎，也是很好。哦，很多改变，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住在那时候有改变力 Martial Law，那时候所以你不敢说话，不敢说政治的事，不敢说组织人，所以现在是很自由的时候，无论什么事你都可以说，合作会做政党，做 make a party, become a party。你不是我的事，是因为的事，我不要不见了。那不用说，不用说就好了。我把很久就是酷基金和小比金，还有数码本部就是 Antonio John 做好朋友，忘掉。